三位嚟到做乜慳咁慳啲新手？頭先淨係呼籲大家捐錢咁樣啊？哦，因為我老爸就江大衛。今天会打功夫，所以我们就不重叠这个节目了。我也有要求过，但是他们说没时间。对对 对, 对、啊，所以你们谈几句就行了。就我们只是就那么一点点。哪有？我本来就想来唱歌的，但是刘德华唱了就算了。哦，对吧？哦、这句话只有你敢讲。对对。对好，王俊，今天的歌，你们我们负责分享。还好今天就坐在沙发上聊聊两句，就是要。现在已经松了。就把腿聊松了，八成了一个腿，但是最痛的是睡觉的时候，因为你要转那个身体的话，又把你的大腿肌用力的话，就会有一点痛。现在好很多了，谢谢。系咪因为你嘅受伤而令到大家肌肤唔使做动作嘅演出啊？我也想，其实我先跟他要求过，我本来话我们去拿支枪出来。开开枪啊！他说不用啊，坐在沙发上聊聊，就是你之前做过什么公益的活动，就是这样说。